当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，虹口体育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获胜后的申花队员喜不自禁，队长范振义更是热泪盈眶。队员们和主教练徐根宝紧紧拥抱，欢庆着来之不易的胜利。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，这时队员们感到欣慰。有些感谢总是围绕在心头，在每个你注视我的时候，有些感动总是在心中停留，在每个我需要你的时候。总是耳畔响起你的鼓舞，在每个我跌倒的时候。越等到这么一天走进你，在这个举起杯的时候，彼此默默的牵挂，不需要更多的理由。青春的冲动，这里有爱，这里有期待，这里有你我青春的风采。岁月变迁，谁能够阻拦？多少年我从未离开，激情跨越，永远不停歇，只为让昨日辉煌今朝重现。伴随着现场数万球迷山呼海啸的呐喊声，众人见证了申花的逆风飞扬，见证了心爱的球队荣登冠军的舞台。在每个我跌倒的时候，终于等到这么一天走进你，在这个举起杯的时候，彼此默默的牵挂，不需要更多的理由。相信自己啊，一样年轻的朋友，让我也握紧你的手。这里有梦，这里有光荣，这里有你我青春的冲动，这里有爱，这里有期待，这里有你我青春的风采。岁月变迁，谁能够阻拦？多少年我从未离开，激情跨越，永远不停歇，只为让昨日辉煌今朝重现。少年我